这是第一次装修嘛，比较简单一点，所以就选了工业风。个人非常喜欢极简的有力量的线条啊，或者说是几何形状，所以说当时在挑选这些小配饰的时候，会主要选择一些几何造型感非常强的东西。因为我的喜好真的有点多，就各种元素我都喜欢，然后我就喜欢把这些东西呢都柔合在一个空间里面。后面你看的越多，然后你就会追求的就越不一样嘛。我对家其实有一些自己的执念，家跟样板房不一样，它其实是一个你过去经历，然后你个人审美情趣的一个体现。我可能是胆量比较大，比如说像家里水磨石用到家里来，然后壁纸贴在卫生间里，这种事情可能别人不太敢轻易尝试，我想想试试看。在装修期间嘛，然后又流行了一些就是比如说黄铜啊或者之类的元素，然后我们就慢慢往里面注入，就变成现在这种风格。我们俩都不是那种凑合的人，就是想把生活过得稍微精致一点，反正就是大开脑洞吧，就是怎么时髦怎么来。我家里养了五只猫，因为我觉得猫是和我性格最相像的一种生物。那装修这套房子可能70%满足了自己的审美需求吧，那另外30%就是为了猫咪，让它们有一个更舒适更健康的生活环境。我觉得家就其实是你自己的，无所谓，就跟穿衣服是一样的，它应该适合你自己是最好的，我们不用管别人怎么看。家居一方面呢是你自己一个生活经历阅历和一些审美的一个体现了，另一方面它反过来也影响你或者督促你，让你往更好的一个生活目标去发展去努力。我一开始觉得买房子的好贵好麻烦还装修，我一开始不赞成买房子的，然后我妈妈非要给我买，我当时说妈傻逼才买房，结果打脸了，就觉得妈妈是对的。其实是因为我们从大门进来第一眼看到的会是就是这个阳台，然后我一进来我就已经在想象我住在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住在这个阳台边喝着我的咖啡，拿着一本书，假装我自己是个文青。我觉得一个人住实在是太好了，就是每天下班最急切的事情就想快点回家，因为你一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小空间，我觉得真是还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装修就是你拥有一套房子最大的一个乐趣，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应该是第一套就是完全自己装的一个房子，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现在基本上都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去做的。从前期整理到后期的添置材料和搬家到后面的改造，就几乎没什么人能帮我。我在改造房子的时候我没有画草图，整个房子改造的那个效果图就在我脑海中。然后我之前拿到这个房子以后，然后它空间也是全透的，完全是符合我对一个空间的需求。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的作品也挺多的，然后就可以自己就可以做一个小展览什么的，就是完全是没问题的。这里主要就是我一个人住，然后还有两只猫，有人在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吵，会觉得，然后有猫在的话就陪我就蛮好的。客厅我弄了一个壁炉，会让家里感觉比较温馨，以后大家朋友可以在这里喝着酒聊着天。那我自己平时是很喜欢比较简单的风格，然后颜色上也都是很喜欢黑白这种极简的颜色，因为我看多了五颜六色很容易会出现审美疲劳，所以我自己的平时的着装也好，然后我家的状态也好，都是非常简单的黑色或者是白色为主。所以我无论是住到一个什么地方，我都会利用有限的资源和东西把它给变成我想要的或者我比较舒适的状态。
客厅上面最中间最大的一个字是一个颠字，然后这个字是我自己为自己写的一个剧本，相当于这一辈子我可能就是要这个。在沙发这边你又可以 看到整个客厅的环境，然后又有阳光洒落进来，然后根本就不用去外面的咖啡厅。一定要充分的了解自己，这个了解自己我觉得除了得了解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风格，然后不去跟风，另外一点就是说你要更清楚自己生活习惯上面生活方式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属于自己的一个特质。回到家我可以非常静下心来的看书看电影画画，然后如果说厌倦了待在室内，我就会刚拿上我新买的滑板出去滑一下滑板，我觉得一个人的生活非常非常的好。现在搬进来之后会觉得有一种归宿感吧，会觉得哎，我可能以后会在这里住十年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装修就是生活，其实都是一样的。你在装修一套房子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人是作为主导的，那这样子你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更减少这种矛盾。嗯，有好多人因为装修吵半天的也有。我们家客厅有10米长6米宽，还有一排落地窗，阳光洒进来的感觉真的特别棒。当时就觉得我跟我先生以后住在这个屋子里一起打游戏一起看电影会特别棒。当时我最早就是想要一个法式的，就是偏复古然后偏旧的那种风格，包括 有一些家具我其实都想好设定好了。整体风格有了之后，你需要一些东西去填充你风格里面的一些点，就是这些点上面来说呢，基本上能够代替出你的风格的这种明确取向。那其实楼下做成这样子的话，真的是徐晓比较喜欢北欧风格，其实特别简单，家里没有什么特别麻烦的一些硬装上面的问题，在软装方面特别是楼下那徐晓做了很多方面的功课。他整个楼下大概就挑了一张沙发。我其实还是比较偏向于白色啊灰色这些比较低饱和度的一些颜色，加入一些就是像灯啊像一些小的物件啊，加入一些金属色，就是会看起来比较高级。就是彩色的这一块我可能是会用花去把整个空间就是去打亮这样子。这个就是管钱，这个就是管买，分工非常明确。对，非常明确。然后基本上就是每个月哎多少钱啊，每个月多少钱啊，这我只是个钱包，在装修上面我只是个钱包。自从我们家装修，他那个名称就被我变成了 ATM。 其实我先生会觉得我一个人买房装修会很辛苦，所以他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一个包，无论多贵只要我想要就可以。家住久了之后是会融入自己的个性跟情感的。他转学到我们学校，转到我们班，然后就认识了，大概在4年级。5年级。啊，5年级。30岁以后，我希望就是我们可以每天带他玩，然后呢，他肯定会在身边。孩子之后整个重心就变成了小雨，然后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爱好就是在朋友圈晒孩子，就是晒他小雨的生活吧。
在他的房间里我准备了一大面的黑板墙，因为我们以前的墙都被他画得乱七八糟，然后你会心疼啊，毕竟是新家，然后就说嗯，小雨，灰色的墙是可以画的，白色的绝对不可以。我们家最大的特点可能是让来的人都觉得很舒服很放松，因为空间足够，然后阳光也还不错，不同的客人在我们家都能找到他自己喜欢待的地方。霹雳特别喜欢这个新家，因为很宽敞，阳光又足，有很多空间可以让他玩，还有很多他爸爸亲手为他做的家具和玩具。风格当时我们两个人好像就没有太大的争议，一开始是打算走北欧简约的路线，后来地板铺上以后，可能加上我们家的户型还有窗子的感觉，突然就觉得变得又挺日式的。好了，我看了两集。之前的房子总是因为孩子的玩具啊东西太多，就根本就没法收拾，都在表面上我觉得是就不太好看。我是根据我们之前的生活经验来设计了每一个空间的收纳的位置。儿童房的那个双开门打算就是有那种公主的房间的那种感觉，一推开里面就是一个吊着的贝壳灯，然后那种幔帐，就是想给它营造出那种小公主的感觉。觉得小孩子的审美超级重要，家里面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空间都做得完美一点漂亮一点的话，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他在这种特别美的环境下成长的话，我觉得长大了可能内心更自由吧，不要受任何东西的束缚，有自己的想法，审美好，然后做一个有意思的人，有一群有意思的朋友。我觉得有一个新的家，新的空间，他就可以在厨房里施展他自己的厨艺，然后我可以在餐厅啊享受我自己冲泡的咖啡，小雨就在他的房间里自己去乱折腾嘛，我们不管，整个幸福感应该提升的超级多吧。